编码特异性是指当提取记忆时的背景和编码记忆时的背景相匹配的时候，记忆效果最好。用大白话解释就是，你在哪儿背的就容易在哪儿想起来。假如你在蹲厕所的时候背了十个单词，那么在教室的时候可能就想不起来了。这时候如果回到厕所找到坑蹲下，就能帮助你更好的回忆起那十个单词。没开玩笑，这个叫做背景依赖性记忆。